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，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，可能我浪荡，让人家不安，才会结果都张望。我没有什么一隐魔障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又不脆弱，何况那算什么伤？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。我没有说谎，我何必说谎？你懂我的，我对你从来就不会